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当品牌方送诚意礼物时，诚意主打一个迷茫但不撒手，像不像过年不好意思收红包的你？上一次浪凡直播时，品牌方送诚意包包，诚意连忙说这不太好吧，感觉想要又觉得的不太好意思要的样子，这小表情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别人送礼物，我们不知道该不该收，转身求助家长的样子。这次欧拉陪直播时，品牌方又送诚意礼物了，诚意是一脸迷茫，内心 OS 啊，送给我，真的假的？这不太好意思吧？可是手却已经接过来了，当主持人说等会走的时候再拿，手还紧抓住舍不得放。太子直播时，主持人送来蛋糕时，也是手紧抓住不放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跟林晓抢蛋糕呢。雀巢直播时，插完花主持人问放旁边还是等会带走，脸上很迷茫，实际上手已经一把接过了，林晓把花放到旁边说那等会带走，诚意还不放心的追出了直播间，走的时候捧住一盆花是心满意足。不得不说诚意真的太可爱了，收礼物时虽然迷茫但不撒手，这像不像过年时收红包的你？嘴里说住，使不得使不得，结果默默地把口袋打开，生怕真不给了。近日爱普诗巧克力突然就发微博，爱普诗全球品牌代言人即将揭晓，2月21日官宣。不得不说爱普诗这波操作牛了，先放一张不看清脸的照片让大众猜，经过这几天的发酵也能把大家的期待值拉满，到时候一官宣不得卖得盆满钵满啊。不过大家都确实都是火眼金睛，不需要看到脸，这身材这轮廓，真爱粉一眼就能认出是诚意了。诚意代言巧克力了，这是他送给果果公主们的礼物吧？甜甜的告白呢？本来今年看到贾玲一下子瘦了100斤，让我羡慕的紧，就下定决心过完年我也要减肥。100斤夸张了，我觉得先减个10斤吧，就在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准备定个计划的，但是今天我忽然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可以再放一放，好像也不是那么着急的。诚意给果果们的甜蜜暴击，那当然得接住了，吃了诚意哥哥投喂的巧克力，补充了能量才有力气减肥吗？爱普诗之前才出了莲花楼的联名巧克力，还送贴纸小卡呢，这次官宣诚意为全球代言人，不送点周边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我悄悄问问，买巧克力能送代言人不？我买一打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